大家好，这是 Cynics 为大家带来《生化危机二代》的 demo 试玩开荒视频。这个 demo 出来应该是已经有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样子了。我是一直没舍得玩，因为这玩意儿是它有30分钟的一个限时，是你玩过了之后呢，就没法再打了。不过这个游戏完全版应该是下礼拜五发售，我觉得。不用再接着忍了，因为是还有1个礼拜的时间。趁着现在呢，是把这个 demo 打一下，看一下究竟游戏的一些，我觉得主要是看操作了吧。由于是有时间限制，所以说一些声音加上图形的一些设定我是不太清楚。不过这边我是在这个选项中，我是尽我最大努力啊，是调了一个可能我感觉是不错的。但具体情况只能是进游戏中再说。这样可以多次游戏，但是总共限时30分钟。具体东西我也是游戏没有打过，是限时的，所以说就只能是，这真的是一个纯开荒啊。看一看。接开始是吧？Hello? Is anybody here? 哇天呐，这个瞄准的速度啊，好快啊！29分50秒，我们已经浪费了10秒了，是吗？视角是这个吗？控制器灵敏度，我们是控制器灵敏度。标灵敏度，视角反转，视野是，哦，这个可以调到最大，大概这么一个样子。还是感觉有点飘，是在哪里？视角吗？瞄准，这已经是最低了吧？这个让我有点不太享受啊，不过无所谓了。这样试玩我们就直接，尤其是现实啊，也迅速的探索一番。边我看没有什么东西，楼上呢？楼上好像有个看那个雕像，这门是都是带锁的，这个怎么没有开选项让我去交换？开启物品栏。这个门为什么？哦，刚才我可能是没有点上。之前的门我点确认键的时候，它是会把物品栏打开。刚才那没有打上，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解谜。我们有手电筒吗？感觉有点黑。我这个警察局的2楼确实是变化不少啊。这就是。太有意思了！我记得原版的时候好像是这边是没有楼梯，然后有一个梯子，你只可以到了2楼的时候给它踢下来。之后是好像还有3楼，这边哦确实也是有3楼，不是还有一个钟塔什么的。我这边 demo 我是不太清楚会打多长，具体的 demo 其实是官方有做过直播，当时是。我是看了一下，但是后来是没有，不想被剧透太多的内容啊，是没有完全，反正看完。但是这个 demo 据说可能是跟之前的像是一岁上什么东西内容可能会差不多，所以说
具体的东西可能会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颖的一个东西啊。毕竟是一个 demo，自己可以 There has to be someone here. 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Not good. David, Marvin, you there? I found a way out. It's in here. 这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98年？电脑倒是蛮，感觉看着跟时代是比较切近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古老的年代的监控摄像还带录音功能？好神奇！这等于是，变换楼层，2楼有3楼吗？那只有2楼，这边可以点吗？可以点，这也是不错，不用鼠标拖吗？哦，那等于是我记得应该是这个门，然后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啊，这是我的鼠，接其他的菜单儿。有没有说明？说明告诉我这些是什么？只有一个箭头啊，一个叹号。我们是这么来的吧？可以，我可以出去。还有。花多长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了，好吧。记得一代好像是你往那个 mansion 的外面走，狗会冲进来。二代好像有一个门是你去调查的话，应该是 Leon 骗你，要是去进 Claire 那个门的话，他应该是会从那个门里会出来，会走出来3、4只僵尸，总之还是蛮多的。现在是没法，这应该是一个 CG，我是没法控制。哇，这边还给成就，告诉我你玩了5分钟。这倒是还是哎呀，蛮不错。告诉你，等于是你玩了，开不开？地图，这个门，这是我想象中的那个门吗？里边是有那个什么声音，好恐怖！我们听见后面有声音，对，开不开？我好像走错了。You got this. 对，那没有问题吗？游戏应该是一些可以就是对话的一些物品，应该是都会有那边的箭头吗？还是怎么着？就这个小的箭头出现，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像老的《生化危机》那样，你直接是不停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接触《生化危机》，应该是2代吧，刚打的时候就是需要为了防止 miss 东西，我需要做什么？就是不停的边跑路边按确认键。这有点害怕，不过我现在是一个急救攻击吗？我怎么走呢？那倒是还好啊，可以。你有时间限制的话，也问题不大，只是别玩命的乱跑。你要是走过了可以捡的物品的话，会直接。Jesus。是什么？被锁链锁住了，可以能听见声音吗？能听见 Open 有点 up！Hurry！Open up！是在哪儿？警卫室，这边我 Open this goddamn door！
我想开不开？I'll get you out. 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看过。Please, come here, help me. I got you. Give me your other hand. Jesus Christ.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往外爬，需要躺起来，直接爬就完了吗？我觉得有点不太明白。直接躺的话会别人会更好拽你吗？我觉得这没有太大关系吧。这等于是那个女神的雕像，是什么？能放大这玩意儿吗？好像说是有一个medallion， 就是牌子，也不能叫牌子，是什么东西？应该是牌子，我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中文。这边是一个挺长着可以出去什么，还可以翻页。一个狮子吃了羊，独角兽。鸟跟女神，还有皇冠，返回大厅。我们玩了多长时间了？还有十分钟。我觉得照我这个速度应该是打不过，不过哎，啊，这个游戏中的，我天，这游戏的就是瞄准啊，我自以为我打 FPS 应该还算比较准，但是现在我刚才我不太清楚是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啊，真的不是我的错觉啊。这游戏中你我可以直接按左键瞄准吗？这个你已经没有脑子了。这里边是什么？我已经玩了十分钟了，游戏又给了我一个场景，一个木板。哎，什么东西？子弹？然后跟什么？尤其是现实的，这边后边好像还有僵尸在，我们就是也不去管了。刚才想说什么？游戏中你瞄准好像是你需要等一段时间，你不要把手稳定之后，你的子弹才会打到你瞄的位置。我刚才就是没有等时间不是很长，直接是朝着我感觉我不是并不是说是瞄的不准，我瞄的是准的，但子弹完全是打飞了，飞的真的是非常的远。Leon Kennedy。There was another officer. I couldn't. Here. I'm sur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Leon. 我 Marvin 的这是什么部位？Does anyone know what started this? Not a clue.哦，是衣服没了，好不好？不对啊，怎么看着是肉都没了 ？Yeah, well, I was supposed to start last week, and I got a call to stay away. I wish I'd come here sooner. You're here now, Leon. That's all that matters. Okay, Lieutenant, I'm ready. Hopefully, you'll be able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station. That officer you met earlier, Elliot. He thought this secret passageway might do the trick.你这果然都弄上血了，还有指纹。No, I am not the priority here. Lieutenant, I'm not just gonna leave you her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You save yourself first. I'd come with you, but I just slow you down. Now, you'll need this. I can't take it. Stop. And don't make my mistake.If you see one of those things, uniform or not, you do not hesitate. You take it out,
or you run. Got it? Yes, sir.嗯，格斗匕首，卡住了，但是空格是准备，然后是可以，感觉有点像四代操作啊，对吧？这东西放哪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等于是之前说那三个牌子，之前看了一个，这边应该是有一个解谜吧。是什么呢？有女神，有鸽子，还有皇冠，有羊。还有15分钟。这边是你的，整个是过场动画也会生命，这个我是这能看大点的吗？连独角兽女神跟鸽子什么？独角兽女神鸽子都是皇冠狮子跟羊。鸽子羊神独角兽女鸽子皇冠狮子还有羊。确定。哦，这是一个狮子的雕像，一个徽章，等于是没有看那个雕像是什么，应该是可以通过那个雕像来知道你需要的是哪组密码。直接检查一下，会有凶猛的浮雕，后边是一个，直接死了。Elliot was right. Yeah, but the passage isn't open yet. 这边是一个告诉我你已经还剩十五分钟，已经一半时间都没了，才打了一个区。这个也是很玩过七代人应该会很清楚。This is not how I imagined my first day. 可以用刀子东西都给你用，显示了一个黄色的胶带。但倒是感觉是蛮多的。其实原版中这好像有个抽屉吧，你要是有钥匙的话，这个 leaker 是没的。有钥匙的话，应该是能把那个抽屉给打开。这边好像看着有点不太一样。这看一下，等于是这边有地图。身上有子弹什么的吗？这等于是我倒是知道可以用木板把这边窗户给封住，但是有必要吗？这个又是个特殊的钥匙哈。看一下地图，也是这一路上都没有其他区域。这地方原版是出僵尸，当时我记得是因为被这个地方的僵尸吓得我是不敢玩，也不能说是不敢玩，是真的是很纠结，非常的想玩，但是由于是非常的害怕又不敢玩。钥匙卡，这个怎么开物品栏？查一下。武器储物柜钥匙卡，
要是可以去详细调查一下他后面的细节什么的，我感觉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事件记录，感觉上只是一些用处不是很大的一些信息。地图吗？一楼地图，会议室这边有个箭头。看一下前面是死胡同，但是呢可以探索一下的话有子弹的奖励。等于是我后面有门，然后前面是什么保管室还有暗房。这门能开吗？这门可以开。哦，这是使用火药，手枪是两个火药，短枪是火药加黄火药。马格南是 Magnum 吧，E 的，可以省着用。这个会像三代那种，可以。我还清楚，到时候有了，但这么着不行的话，这是保险室啊。二代保险是会的，真是好久远啊！我觉得这些密码，我要是能想起一个来，真的会非常的，我都会很会感觉很惊讶。行动报告，我觉得读这些东西应该是会，果然下面又是告诉我是还有已经玩了20分钟，读这些东西是不会把游戏中你的时间给暂停下来。我那个听着不太好的声音，我觉得我搬的也不是很，是你吗？那个人活了。我这个人好像也活了。这些东西能开吗？这东西能开。拿上子弹，然后我们直接看看。这个人活了，这不太好了。我们怎么走呢？我们从前面走的，可以往右走是吧？我们往右走。哦，这个。备忘录，备用按键，缺了几个按键，没了。102 10，这门果然会，原来是一没有二跟三是吧？我不太清楚，我刚才使的这个瞄准模式，我试了七代的瞄准模式，就是你不瞄准直接开火，也是没有二跟三。七代这个打不开，这是这个钥匙吗？哇，这散弹枪能拿下吗？啊，不能。手枪卸下，那怎么弄？快捷槽搁到一，散弹枪搁到二，
然后上弹。哦，这，他开花了。109可以开，106也可以开，对吧？我们有106。109那两个没有按键的你就摁不了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是很难的东西吧，摁不了。我把一拔下来搁到二上不行吗？这什么东西？哦，胶卷儿。然后呢，手枪子弹，我们开不开？这个捡子弹需要确认组合，感觉有点烦啊，这样有点问题。我们这地儿能走吗？暗房，这是那个存档那个地方吧？这个地方。我之前是被啃了一口，我把这个草药吃了，把这个拿上来，然后请你不要，你老实点儿，谢谢。这个草药先留着吧，我感觉上我还有多长时间？还有5分钟。这里面会有隐藏服装。这个胶卷去玩意儿、红草药拿不了了，别遗漏了。等一下，这边是就不会搞坏吧？还有5分钟，为什么使用不了？哦，这是火药，不好意思，纪念照。这个宝石，我是想起了，需要那个二代的那个钥匙是什么钥匙？是绿钥匙，不是也是一个钥匙？你需要去。这一组是子弹只有60个好。清单是这么。也是两个红宝石，你镶到雕像的胸上，然后可以。我听见我的右方来了，传来了很大的声音。就是洗手。要一个摇杆把它给哦，天哪，你是死的吗？哦，拿了个小刀，我这个哦，我知道之前我被僵尸啃了一口，应该是从背后被啃的，所以说是没法用小刀挣脱，有点像一代那些急救物品的一个运作原理。你正面被打的话，可以用急救物品，等于是防止被受到伤害。就是那个雕像是吗？我的密码锁啊。拿了个钥匙，这雕像为什么看着像七代那个什么呀？
这样，也。两分钟，可以打到，可以打一个 Beaker。两分钟。前面是死胡同。市政和幸存者。哦，舔食者，这等于是算是官方的中文翻译嘛？那东西，这倒是跟二代的是。那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就直接是乱跑了。物品那儿已满，我可以，东西也没有什么。后边有个火药。这边的 C4 是 Claire 县的道具吧。这东西我就不捡了，已经没有位置了。一些家伙的涂鸦引爆，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还有不到一分钟的生命。腰包，哦，可以捡新的东西了。像不是没有时间了。It's Marvin. I need you back here ASAP. Are you okay, Marvin?I'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 It's important. Copy that. I'll be right there. 但图书馆的话，出去应该是对二楼。这个门能开开吗？这门好像可以开开。我还有多长时间呢？还有16秒，快冲！感谢什么？我是没有达到时限，这是我要是过去了会触发什么？他让我回到图书馆。需要点鼠标左键吗？接下来。I want to find out what's happening here. She's the one at Umbrella responsible for unleashing the virus. Seems to be evolving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God only knows what's down here. What the hell? It'll be all over soon. Let me go! I'll get you, you fucker! Ada! Sherry, I'm coming! I'm not handing over anything! Jesus Christ!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up against. The whole place is coming down. That's a pretty damn good idea.This is Hunk from Alpha Team. Oh, you Hunk. Man, I thought you were all wiped out. Oh, 还有豆腐呢。我记得二代我是只打了 Hunk， 还有一个是什么？是 Extreme Battle 还是什么？尤其是美版的，我也是不太清楚。豆腐的话是完全是手残，你就是不惜没有枪，只能拿小刀，也是不可能是直接把僵尸都砍死，相当于都是要清楚跑路，怎么躲僵尸。当时也是，不是很手残嘛，打不过。我这也是很有意思啊，等于是没有。你的控制是完全变了，变成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模式，包括刚才的这边的这个预告片，就是等于是宣告的一个视频。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 demo 的视频，还有一个 story trigger。
我们可以跳过吗？我想都看一看。This is not how I imagined my first day. 我应该是有些印象已经看过了，不过再看一下吧。拉昆 City。Something's not right. Stay back, sir. I got this. What the?Is anyone here? Jesus. They're everywhere. I'm giving you an order, rookie. You save yourself first. Help me, please!What in God's name? I'm just 很好奇 Licker 的是重置版会是一个什么机制。原版的时候是他由于是没法就是没有眼睛，你直接在他身边，就是不用奔跑键，你直接是只推方向键走的话，是就是他不会，除非是碰到他。或者说他 Licker 会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相当是监听的一个模式，就是他好像是类似于是站起来，那他是四只脚爬的，但是等于是相当是站起来吧，等于是会变高，相当是在我猜可能就是来听声音。他要是站起来的话你就不要动，然后是正常爬的话直接在远处慢慢的走，他是完全是因为就是没有眼睛是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清楚这边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是很好奇。刚才是第一个 trailer 吧，看一下第二个。What's your mom like? She works at Umbrella. So where's your dad? He, 变成 boss 了。He's gone.So nobody knows what caused this? There's a lot of theories, but all I know for sure is that this place is crawling with zombies. Leon. Get down! Come on! I'll be there! I'm sure you beat me here. By the way, rumor has it go straight to your underground lab. Lab?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before it's too late. What's going on here? Sorry, that information's classified. Seems to be evolving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 Nobody cares about that. They want to know about the G virus. What exactly are you looking for?More info on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is mess. What the? I swear, you bastard, if you hurt her. Identify yourself. Stop! You'll never get the G-Virus! Sherry, come on! Daddy, no! Claire, wake up! After you.Thanks. 刚才是看到了好几个画面，好像是警长把 Sherry 给绑架了。
有点记不太清楚二代原来应该是 Claire 的剧情 Claire B 在我只记得是警长被等于是 William Birkin 给被肢解还是总之是死得很惨我有一些印象但是真的是好久远完全是想不起来这个应该是我们打完了这边的弹幕后出的那个 trailer 应该是就是这些了等于就是30分钟过得真的是好快比较遗憾嘛最后是没有时间真是不够了已经是走到了可以说是要到大厅已经是到了大厅正在往楼梯下面走没有真的是离着 Marvin 应该是只差我觉得再给我三秒钟我应该就到了但是没有走到不过我猜应该可能是这个 Devil 你到那儿已经打吧跟之前等于是应该是E3嘛一开始出的那个 demo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我感觉上是没有肯定是 miss 了很多东西主要是时间不够没法进行一些探索不过这个 demo 还是蛮不错的让我很期待这回是二代的重置下个礼拜五正式发售后呢也是会像这个样子上飞机等于是路开荒我也是录了好多代重置版应该是都录了正统的东西应该是有都录过没有录过的话也是推上的 VOD 应该是有都有总之开荒什么样子应该是大家看过的话这还会是像我老样子进行开荒就是这么样子也是请大家期待嘛我们二代重置版到时候的视频那这个 demo 的试玩就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的我们之后正式版见拜拜